手已经准备好了。你给接下来的选手多大的压力？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谢谢史丹利。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现在已经在梦想屋里整装待发，但是只有四组选手能够打开梦想之门，登上这舞台。当然，我们的各位也整装待发了，欢迎。好，大家好，我是王俊石。大家好，我是吕薇。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哎，欢迎各位的到来，各位把气势拿出来。好的，六组选手已经准备好了，等待多时，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线索是什么吧。俊宝，你对哪个比较感兴趣？树皮。树皮是树皮、哦、真是树皮、啊、那是树皮吧、哦、这位选手跟树皮能有什么关系呢？护林员。哎，聪明，有道理。我以为是考拉。考拉动物饲养员。 对也许我想不到了，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有可能，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吧。你好，各位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才有猜对的吗？没有。哦，一个都没有啊。哎，那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我是羌族人，相传呢、啊、在以前的时候，这个羌族的文字被记载在树上啊，这个树皮被羊吃掉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羌族的这个语言的话只有靠口口相传，传承，所以就没有文字记载。哦，有这样的传说啊。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哎，你今天是让我们看还是让我们听嘞？唱一首男版的《青藏高原》给大家。好，90秒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是谁打可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通道请关闭。哇，刚才卡在那个树的时候我们真的好担心。嗯，但没想到真的就卡在那个树上了。哎，就差两票。就差两票。就差两票，兄弟太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就差两票。差两票啊，你还谢谢，你谢谁啊？稍有遗憾，但是很开心，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那你就回去吧。那你们呢？真的，就差两票就满分了。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好高的分数啊！128呀！
真的就差两票。你好，哇！祝贺你，可以可以。你看看，你看看，你再仔细看一看。你给接下来的选手多大的压力？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师范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王炳。你今天会紧张吗？很紧张。我觉得对，那就是有点紧张，兄弟。我在唱歌的时候实际上还好，但是一说话就紧张。期待你的表现，加油。下一位选手。好嘞，再来看看。来，我们继续看线索吧。剪刀，剪刀，哦，这挺好看的，是吧？好，那就剪刀。这种剪刀啊，它不是这个咱们平常用的，学习用的文具，可能是老师。剪纸，民间工艺的传承。剪纸，刀花剪纸。你的想象力太不丰富了，来。哎，啥？你就剪头发？理发师啊。医生。用剪了。医生不会用这种剪刀。医生，裁缝，园艺师，裁缝倒有，园艺师，园艺师修剪枝芽的，裁缝有，收快递。哦，我知道了，宠物理发师。怎么我头上一比划就是宠物理发师？这个是个实体剪刀，有没有可能是个虚拟的剪刀？剪辑。剪音乐的，电影剪辑师也有可能，节目的哦，后期剪辑，对，说不定就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后期剪辑。不会你来了吧？你好，你好，现场的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叫韩志宇。你是剪头发的吗？我觉得很挫败，我这终于被小尼哥给猜出来了。啊？就是那个虚拟的剪刀。对，各位老师好，我是一名后期工作者，是一名剪辑师。那今天表现好了，说不定就能把你招到星光大道来了。我想说，我今天要能出了这个门啊，我高低要来这个星光大道来面试一下子，兴许我有机会能剪到自己的这一期节目。哎，对，自己的节目自己剪，挺好。对。好的，你让我们看，还是让我们听？唱一首《那些年》。90秒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投票通道请关闭。啊，可能距离你理想的成绩有一段的差距。能切出来让我们看看你长什么样吗？挺帅的呀，小伙子。后期都这么拼颜值了吗？有点可惜。这是你师弟啊？不，师哥还是师弟？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的师弟师妹好像很少有能走出来。哎，啥情况？上回也是1.9米的一个师弟，他这是本来都出来了，他被淘汰了。他这是一个是真的非常。你们是不是对中国传媒大学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没有。你愿意再来吗？当然愿意，当然愿意。其实他声音挺好的，另外他有点慌，我觉得。他有点紧张。我们没有办法，一定会错过很多很多的宝贝，但是这扇大门它永远在那儿，随时等着你去叩响。今天的离开是为了明天的归来。对，来，我们继续看线索吧。
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就这个吧。哎，两位是不是做代购的？哦，代购都要啊。还有就是现在有特别时尚的一个职业叫体验官。哦，什么都能体验。嗯，哦，新兴的一个岗位，是吧？那我们听听他的声音吧。你好。大家好。你要啥呀？啊，我这不啥都要吗？什么意思呢？我叫林书涵，来自福建福州，现在是一名学生。高中的时候，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都有喜欢的科目，都有很擅长的科目，为什么必须要我选一个呢？然后后来我大学我就学了两专业。哦，太气人了，这个一个太羡慕了。明白。一个是统计学，然后这个是纯理科，然后另一个是社会学，就是非常文科的一个科目。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所以我现在又开始学习了。我现在就是在学习音乐，所以就是我想着就是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去获得，就是我不想做选择，我都想要。他是一个学霸，他学习能力非常强，还可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就钻研什么。哎，哇，那我更期待你的歌声了，因为你最后选择的是音乐的专业。嗯，好。一个不会统计学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是一个好的音乐家。九十秒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欢迎步入星光大道。祝贺你！欢迎你！这么红的了，103票啊，还不错，不错。大家好，我叫林书涵，来自福建福州，现在是一名学生。然后我今天其实是没有化妆的，我就画了一个眼睛和嘴巴，因为我今天过敏了。所以我本来是想非常漂亮的跟大家见面的，但是奈何运气比较好，没有办法，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啊。哎呀，这样的人真的我见得太多，不是，就是那种，哎呀，我学习真的不好，我是选文科还是理科，然后学霸咔一个保送北大，然后哎我今天没化妆，哎明明就很漂亮，你要自信一点。非常自信。明白了，他自信起来更气人，所以还不如低调一些。你这皮肤好好啊。对呀、啊。你是不是想多了？好好啊。行了你，干啥呀？我也没画。向老师别切那个 4K 镜头啊，就是稍微远一点是吗？对，距离产生美。我觉得你应该站在舞台上，保持自己的自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好不好？谢谢你老小你老师。没事，不用谢，好好表现吧。好，会的。好吧，行，那下去吧。好，再见。往这儿走，你要回去啊？这边。那边。啊。你别老欺负人。不是，他自己找不着北了，这孩子。挺可爱的。是挺可爱的。你看见
漂亮姑娘就逗人家。嘿，真的是一看到我逗人家就吃醋。你说到我心坎里了。这个 PVC 管吗？他应该是一个天文学家。我知道，哆啦 A 梦里面的空气炮。来吧，下一个线索。哦，这不是那个啊？这个 PVC 管吗？哦，对。我知道，哆啦 A 梦里面的空气炮。这个梗都没人知道了吧？这个还用说吗？他应该是一个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去望星空的，看到了什么，成为了一名相声演员。可能是一个水暖工。水暖工哦，我告诉大家，这个管子的粗度只可能是一种管，下水道的管。我们那个下水道的管不会这么用这个材质的，因为它一不抗压，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地底的话很少会用这种的，都是会更坚固一点。但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打击乐的这个工具，打击乐器。你好你好，能听见吗？这位朋友你能听见吗？喂，你好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好。这是下水管道吗？是的。真是，你看，真是啊。哦，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然后其实这个线索很简单，就是它跟我一会儿要表演的节目有点像。滚筒杂技演员，晃管儿。对，晃管儿。对，对的，对的。明白了。那你应该是让我们看，对不对？是的。来，那切出来吧。90秒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关闭。难道还要让他再来一次吗？我们已经尽力了，小伙子，你看我们刚才一直在吆喝。没事没事。哎呀，这样的我觉得太打击人了吧。你多大？我27了。你练杂技多久了？从8岁开始练的，现在。实际上27岁对杂技来说应该是超龄了，是吧？超龄了，对的。所以你是不是把星光大道当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舞台了？因为我很抱歉，我们没有能帮你圆这个梦。没事。我觉得我们很高兴，很高兴，有点辜负你了。你伤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你上次我记得是打着封闭去了医院，赶到这儿来，然后又有点小失误，所以没有办法过关。好了，已经好了，已经。好了，还等什么？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有本事你过来呀！过来呀！还走，恭喜你，不容易，谢谢谢谢，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来，真棒，真棒，谢谢谢谢。你上次你就吓唬我，上次我吓唬过你啊？上次你不是没出来吗？就是没出来，你没出来我还吓唬你啊？我也太狠心了。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感觉怎么样，过不过瘾？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我在这里，开心吗？开心，超级开心，超级开心。没有那个低谷，你怎么能享受高峰巅峰的那种快乐和欢愉呢？
说的有道理。经历过低谷的人才有资格站在顶峰上。对对对，这个道理你最懂的。懂了，我懂了，现在我懂了。现在你懂了，那你先休息，把这个装回到我们的卫生间里去，好，好不好？你拆了好几个管，那卫生间现在都停用了。谢谢。看，什么线索？一个声音，两个梦想，它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演唱组合，夫妻档。嗯，这一会儿男生，一会儿女生。哦，来了个孕妇。哦，有道理。啊，孕妇。两个梦想。哎，星光宝宝在肚子里。你好，请问这位选手几个月了？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一名全职宝妈，我叫费南雪，我来自辽宁沈阳。一个声音是谁的声音？一个声音是我的声音。两个梦想是谁的梦想？两个梦想，要不我卖个关子？如果你能上主舞台就告诉我，哎，如果你上不了，就揭晓答案。好嘞。可别没机会输了。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谢谢大家。我吓唬你了。欢迎欢迎。哇，大家好，第一场这样的好漂亮的宝妈，我的妈，吓死我了。个儿又高，有1.9米吧，跟我差不多。对，9.95。啊，那你不一直说你1.83米吗？这啥呢？说实话，我那个，我那什么，好开心啊！好开心，特别开心。你都开心，下面有个是谁在打招呼？来来来来来，你就别拉着孩子了，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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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孩子谁他妈矮，长得高。那我跟谁谁就？这才2岁，长这么高。几岁了？几岁了？我醒了。哎，几岁了？好可爱。几岁了？哇，这。一个声音，两个梦想，现在可以揭晓答案了。是的，其实我的另一个梦想就是我女儿的梦想。我觉得她也希望我能够重新站回舞台上吧，这也是她的梦想。真好。今天太开心了，我刚才在那完了，是不是进不去了？我想说进来了，太好了，能看见大家。接下来好好准备下一关的好嘞节目，好不好？好嘞，好嘞，好的。但是你是不是安全？我现在还不大，他是多少分？109，我们看一下排名吧。来看一下，哎，我记得有一个103的选手，有个，103，有103的，你安全了，你安全了。也就是说，最后一位选手，但凡他超过了103票，那舒涵就危险了。是的，好，是的，好，那我先下去准备，谢谢大家。好的，你安全了。哎呀，舒涵现在心又提到嗓子眼了。接下来这位选手，你现在的门槛不是100票了，你接下来的门槛是103票。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梦想是什么。这节目怎么样啊？这节目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一杯你开胃，两杯你肾不亏。这一套一套的，等一下。
别光说词儿啊，猜一猜这人干嘛的？双簧、单簧，所有的就是这些。对他可能是、能吹，吹奏乐器。会不会是口技呢？我以为是小品或者是一个演员。哎，小品演员，那我们听听他的声音吧。你好，大家好，我叫刘希湛，我的梦想舞怎么样？请听我给你们吹。好，是让我们看还是让我们听？我的那个表演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互动那个比较多哦，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也能听到我。好嘞，90秒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来吧，我们请上各位过关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过关的五组选手他们的排名情况。票数暂时比较落后的是林书涵，挺遗憾的，真的，明明已经过关了，所以我相信你。还会再来，对不对？刚才高兴的像个小兔子一样，现在又得。本来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关的节目了。其实，就是来这个节目之前，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上大舞台唱歌了。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个坎儿，你知道的。哎呀，怎么会有这种环节呢？准备好了再来过吧。过去了还是一条好，还是一个好姑娘。对，一个好姑娘。对，下回再来好吗？好，我相信你的实力。一定没问题的，一定没问题，加油，学霸妹妹，来吧。舒涵，请走上星光大道。加油，加油，加油，都过你好了，再来啊，加油啊。好嘞，再见，加油，再见，小林同学。好的，来吧，首先我们把掌声送给四位，祝贺他们。再来看一下四位的排名吧。好嘞。啊，王炳，哎呀，你这个名儿起的真的是特别，这毛，这名字王炳，是父母觉得我长大以后不愁吃穿，是这个意思就是。那我妈也应该给我起个名字叫尼格买囊，天天有囊吃。来吧，王炳，
你现在有一个特权，你可以选择下一关的对手，谁都行。因为我是一位歌手，然后呢我也想请一位歌手。好，王炳选择的是费南雪。好的，那我们按照规则，少雷你打头阵出场好吗？请准备，加油加油。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建议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我替大家试一试这个钢啊，是真钢吗？哦，挺沉的，真钢，是真钢，无假包换。哇，天哪，这太厉害了！练这个摔了多少个钢？说实话，缓一下，你喘，这不容易啊。啊，这个真的，迅宝刚才说为了练这个砸了几个钢，摔了有司马光。什么砸缸啊！我练这个节目，大概摔了20-30个左右。20-30个缸。20-30个左右。练了多长时间呀？练了，我从8岁开始练，到现在27了，有差不多20年了吧。20年。啊，就练这个缸。对的。就是一个杂技演员，他会有自己专项训练的这个方向。你是顶技。对，主要往这边发展嘛。啊，你要干什么？好沉的呢，挺沉的。如果它太轻了，它会飘，它转不了那么快。但是你看他的满脸的汗，你看看，你满脸的汗，缸里捞出来一样。刚洗个澡，我这是没有头发的。啊，哦，你看他前面，因为常年顶缸，所以他头发磨得很稀了。一个剪子是吗？捞剪，对。八岁开始练，为什么开始练杂技呢？其实啊，这个，我练杂技，这个事情啊，有个乌龙啊。为什么说是乌龙呢？是因为，谢谢老师。你擦一下，这汗啊，这跟洗澡似的。我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呢？因为我还小嘛。当时我老师从沧州杂技团下来去来招学员。嗯。当时正好被我看到了，然后我看到那个。看到那个老师有个名片，我觉得他一伸手我就又舍不得。你看他满手的火点炮、血炮啊，满手。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杂技，但是我老师他有个名片上面写着有各种节目单。当时那个节目单上第一行有一个节目叫大武术，我以为这个大武术就是
学武术那是，然后我就去了，毕竟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有个武侠梦嘛，就想着飞檐走壁，能飞檐走壁会武功。完了以后我去了以后一练，哎，不对劲啊，这个不是武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只是我们杂技一个节目里边一个节目，叫大武术，其实就是人体造型。人体造型就是像人体造型就是像一样是吧？对，少的哎就跟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就是我们演员嘛，最少五六个，然后多的话十五六个，然后这几个演员会用自己的肢体力量，这叫大武术。哎，这叫大武术，人体造型。你去了以后才知道。哦，去了以后才知道。然后我寻思来都来了嘛，我就学学嘛。结果，哎，越学越感觉有意思。哎呀。你说你的，没事，你说。完事儿。别，我们不也影响你？你说。还让人说。说吧。完事儿。你说你的。说呀。完事儿那个，我就。你让我没法说呀，哥。主要你这汗停不下来呀，你。对，你擦了一遍，怎么又吗？那你怎么还留在那儿继续学呢？跟你想的不一样啊。我当时就是来都来了嘛，学一下嘛，结果我越学越感觉哎挺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学下来了，一坚持坚持这二十多年，然后哎爱上了，然后我这次来这儿，我就是为了想，为了啥嘞？是为了那个，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表演能认识到杂技，然后喜欢杂技，杂技特别厉害的。哎，你要不要让大家体验一下？对，对，我这次来我就带了一个互动的小节目，好，来，互动的小节目，来，可以吗？咱们俩，再需要两位老师帮忙抬一下，我教你们怎么做。我感觉这腰分量。兄弟，你还好吗？哇，这个重量，松了，松吧，好，来了啊，祝你们好运啊！别甩出去啊！是好运呢还是好晕呢？表情管理啊，表情管理。接下来，哇哇，呼呼，天哪，太刺激了！等一下不会甩飞吧？哎呀呀呀呀！停！先到为止。快，撤下来。哇，这重量不轻啊！220呢。哇，很刺激是吧？他心里很有底，太棒了！我们帮你擦擦汗，让我们有请。啊，投票通道请关闭。哦，来看一下分数。来看一下你的票数情况啊，希望别让你失望。哇，99票。倩倩奇文，看看人家的票数。有你们的功劳啊！有功劳。这个几乎是满票。好，那我们就有请下一位。
开启。大家好，我叫刘希旦，哎，是一名唢呐演奏员。嗯，我的真的是传承关注我们民乐，谢谢大家。哇，唢呐已经实力争锋，我觉得就最后那你那个眼镜偏它掉下来都有味道哈，哎，都把它变成了戏，也可能是个意外，但它不仅我觉得你唢呐吹得带劲，而且它有那个相声喜剧演员的那个相。对，因为我啊就是最早的时候特别喜欢相声啊，特别特别喜欢，是伟健。后来因为啊，我的爸爸说，儿子，我因为我爸比较喜欢民族音乐，民乐啊，你就答应爸爸一件事儿啊，你就选一个民族音乐，你要啥给啥。后来我也算传承我爸，因为我爸也是吹唢呐的，所以一直在一直往下传承。要不是你爸这句话，你可能就去说相声了，说不定。对，是的，也是传统民族文化呀。啊，要啥给啥，给了啥？给了一个唢呐。这挺逗的啊！我觉得这样，你既然是要向大家普及唢呐、普及民乐，不如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这样吧，我为大家先演奏一小段耳熟能详的叫八戒娶亲，哎，您听听，大家和我一起来好吗？好嘞，好。可以学人声说话。小孩哭。对，所以他这个这种乐器还是比较好玩的。我吹一段流行音乐。好啊。你们去猜，如果能猜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个送给他。这个也是我们民族音乐传下来的，真的。行啊。叫管子。就是他的声音特别的浑厚，抢答啊！我一身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苍生内外这天地。哇，叫雪龙吟。哇，你厉害呀、啊！我的中华小气哥哥白起了。但是我其实想说，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这项事情。真的，这一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它奉为潮流。嗯，觉得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文化自信就来自于这里。我们不为他骄傲，还让谁为他骄傲？我觉得特别好。嗯，好，谢谢，放心了啊，谢谢大家。好，谢谢黄奇文，谢谢奇文。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再次请上杂技小子。来，来吧，一起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到目前为止的得票情况。一边是99，另外一边会是92，相差不大。真叫西站啊？对。为啥叫西站？因为我父母啊，当时生我的时候就是在西客站生的。啊，生在了西客站。西客站生的。对，名叫刘西站。哦、真的，这就住在西站了，你就对我现在住的也是北京西站。哦，真的。好的，这一轮三位提醒人，你们每人手中有10票，怎么选择？虽然你们两个人都非常重要，都有一个传承的问题，我就把那个难题交给他们两个。这个比较难投，我觉得。因为他们俩也不是做的一样事情，一个是杂技，一个是唢呐，都是童子功啊，从小就开始学。你看这个杂技多辛苦啊，是吧？我觉得他这个基本
到了一个那个，尤其是那个大纲啊，说到人纲一体，啊，接送都非常柔和，这个相当不容易，相当不容易。这个表演确实非常的精湛，我们看都非常感动，不容易啊。咱们西站呢，你这个也挺好。其实你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我就看你就挺好。为什么呢？一般的，你看你搞这个器乐表演的吧，对，这个他不能把表演融为一体，他吹啊就是吹或者拉就是拉。你这个面部表情太丰富了。伟健老师跟我说呢，说这个人是不是学过曲艺呀？嗯，哎，看出来会表演，就是特别所以啊，叫艺不压身呢。你多学一样，确实就有好处。而且尤其是刚你这个在后边也展示了很多民族这个乐器的一个传承啊。嗯，虽然你们两个人都非常重要，都有一个传承的问题，我就把那个难题交给他们两个，我先投刘西站一票，好吧？好，西站加西站。我第二个投，就是邵雷，这个太不容易了。其实你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太辛苦了。我投邵雷。好，邵雷加十票。这杂技的出手活，只要说这东西一出手了，谁也不敢百分之百。所以刚才你们俩没做那个啊转的那个，他那就是应该是那应该是叫什么？一般都是在蹬缸吧，是蹬人什么的啊。那真不容易。然后那个西站，他之所以你听他那唢呐比别的演奏员有味道，并不是他吹的有味道，是加上他那个表情，你就觉得那味儿就更足。所以我觉得，哎呀，这真是我，哎，西站和邵雷，西站邵雷，西站邵雷，西站邵雷。怎么抓阄呢？您这，西站。好，恭喜刘西站这一轮当中胜出。谢谢大家，感谢。台下准备下一轮吧。就是今天能站到这个舞台，其实能站到这个舞台，就我觉得已经很荣幸了。我已经做到了，我做到了，因为起码好多人能看到杂技，然后能看到我表演，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表演。谢谢谢谢。邵雷其实挺讨人喜欢的。啊，他特别真诚，所以我觉得你保持自己现在最好的这个样子，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好，27岁，27岁了，已经过了杂技演员的巅峰时期了。对的，对的。但是我相信，巅峰真正人生巅峰还没有到来，刚开始，你一定可以。好的，加油。好，谢谢。17岁无限可能，请走上。谢谢星光大道。再见。好的，下一组选手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下一位。
跳通道，请开启。这舞台就是你的。哦，舍我其谁？跟大家好好说说，你以前是专业演员吗？在哪里？对，其实我以前是辽宁歌舞团的一名歌手。嗯。然后因为一岁半的时候，我女儿就是有一次细菌性的高烧惊厥，就烧了一天一夜。然后她在出院的时候就听不到世界的声音，就怎么叫她就没给我回馈了。那时候正是小朋友说学说话的时候，刚开始会说爸爸妈妈抱抱，后来怎么都不回馈我了。一检查就是极重度的这个耳聋，然后发现他这个问题，我就辞掉了工作，阔别了我最热爱的舞台，最热爱的音乐，放弃了这个让我特别激动的这个能让我展示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但那个决定是绝对是心甘情愿，女儿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是，其实当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纠结，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位妈妈，我不仅是我自己，我还是妈妈，我对她有责任，我有义务去照顾她。可能我自己也很自责，就如果我就最开始就什么都不做，就是开始照顾她的话，是不是她就没有这一次的发烧？所以我不想再遗憾了，我就还是要全身心的去照顾她。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哎呀，大概五年吧，因为他今年快六岁了，然后也大概快五年的时间了。五年？对，离开了五年了。你离开舞台五年了，专职做家庭主妇照顾孩子五年。对，这五年的时光你怎么过的？哎呀，其实就是每天就是睁开眼睛是女儿，然后睡觉了也在想她怎么去教她说话，因为她跟正常的小朋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最开始发现的时候，他是在助听器，赶到疫情第一年就没有办法去康复学校，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去教他。正常小朋友可能说鹅鹅鹅就听一下就会了，但是我要给他画图，要把拼音给他写出来，然后告诉他几声，然后又长音鹅，这样去教他，这样他可能有的时候都感受不到那个二声是什么意思，四声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要其他小朋友一遍就能听会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十次二十次甚至是一百次的重复一个积累，然后才能就是教他。就我自己在家也很崩溃吧，也对，也有崩溃的时刻，但是也不后悔，因为女儿对我来说肯定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孩子刚才一上来蹦蹦跳跳的，你很难想象这孩子经历过什么，你更难想象他的母亲经历过什么。你眼前看到的所有的正常背后，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楚和辛苦。那这次为什么又想回到舞台上？什么让你鼓足了勇气又站回到舞台上？其实我自己安静的时刻，包括有的时候会崩溃的时候，也会想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儿，我是谁，我除了是孩子的妈妈，我除了就是每天他的学习呀、说话呀、起居饮食以外，我还有没有我自己了。这是第一个想回到这里的原因，回到舞台上的原因，找寻我自己。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就是孩子做完耳蜗之后吧，他能就是更好的听见声音，然后我有的时候自己没事唱歌的时候，他会唱啊，就这样就假装学我的那个声音，学啊就这样唱，其实他听不出来你唱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应该重拾我自己，让他看见我妈妈真正的样子，就除了是他的妈妈以外，我能成为他的骄傲，因为他一定会比普通的小朋友未来经历要坎坷很多很多。我想成为他的骄傲，我要告诉他，就是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只要坚强，我们只要坚持，只要勇敢，一定能克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小朋友很多，我们也认识了很多这样的家庭，然后我重新站回这儿，也是带给这些家庭一个希望，希望大家就是家长们不要放弃，然后除了小朋友的康复以外，
然后大家父母也坚持做最好的自己，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榜样，也欢迎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们，然后一起找我去讨论，大家一起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会取得了不起的成绩，因为他感受世界的途径千变万化，我相信他其他的感官一定比别的孩子还要丰富，他一定会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就像他现在美美的走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一样的。来吧，白表，和妈妈站在一起，特别有礼貌。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你说大家好，大家好。哎，说的多好啊！太好了，太棒了。你很棒，知道吗？你很棒。谢谢。哎呀，说的真好。他长大想，他有计划吗？他长大想做什么？他现在对什么最感兴趣？他对翻跟头最感兴趣。那个杂技演员喜欢翻跟头啊？他对翻跟头最感兴趣。你喜欢翻跟头啊？那我给你介绍个老师。跟我们说说你的妈妈美不美？妈妈漂亮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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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妈妈我爱你。谢谢大家。谢谢爱心。爱心。爱心。哎，我觉得孩子很坚强，你可以适当的放手，真的让这样的孩子不光是在妈妈身边，跟我们玩两天，跟他们去玩两天，太好了，翻跟头，对我们是一种帮助，也助于他的成长。如果孩子天天守着你，我觉得他的世界多少是有限的，是应该把这样无限可能的孩子放到无限的世界当中去，好不好？好不好？和大家一起玩好不好？大家一起玩好不好？好。他比妈妈还自信呢。他不断的在比心，他懂爱。他教会了我很多，他让我柔软，然后让我暴躁、风风火火的性格，就现在，反正挺有耐心的，而且也有爱心了很多。他就我觉得他是教我成长的。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就翻个跟头。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来看一下妈妈的分数啊，我们看看。来，哇，91票，不错，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那个你接下来不用管孩子了，洪七文，来锻炼一下，跟姐姐去，没事，交给他们。一会儿拉着黄七文翻跟头。好的，有请下一位。风吹过青草连连，茉莉山温柔在眼前，巍峨身躯高如云端，守护着我们的平安。
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大家的掌声。刚刚有点紧张，然后现在就是讲一讲我经历的事情，然后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啊，然后呢家园就被这样毁掉了。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的幸运，在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非常好心的人资助了我们200位羌族的孩子把我们接到了长春去进行初中高中的学习，非常感谢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然后一直在山里，也不会讲普通话。第一次坐了飞机去了长春，看到大城市的这种高楼林立，感觉自己的这个人生就变了，好像就变了。拼命的学习普通话，四川话也是那个时候跟他们学的。因为出来的时候太小了。在长春待了多长时间？我在长春待了6年的时间。在长春市解放大路中学学了6年之后，我特别想家乡，因为这6年很难回一次家，然后就特别想考到这个我们成都，然后就到了四川音乐学院。那也很好到了四川音乐学院，然后本科毕业之后继续想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又在川音读了硕士研究生。川音毕业的。那毕业以后呢？硕士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因为我自己这样出来看到了外面的大世界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回归家乡然后成为了一名老师，也希望就是现在的这种小孩子或者我们羌族的年轻的小朋友，希望他们也能够像我一样走出大山在哪儿通过好好学习。在哪儿？在我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地区有一所师范学院，叫阿坝师范学院。哇，这个从2008年开始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扎根在那儿了，真好。15年，11岁的孩子今天长得这么出落，成这么一个大小伙子，而且这么阳光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站在全国人民面前，真的心生幸福。不仅他们的表演征服了我们的心，他们的故事更感染了我们。我觉得今天这一期星光大道真的特别温暖，谢谢你们，谢谢，特别感恩啊。其实羌族的文化多姿多彩，你看看这身衣服多漂亮，羌绣对吧？对，羌绣对，羌绣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刺绣工艺。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围腰，实际上我今天也是带了一些羌绣的，我的妈妈亲手绣的这个云云鞋然后在羌族地区叫云云鞋，但是呢它后来结合这个高跟鞋的一个特点然后上面都是羌族的羊角花，这个是我送给大家的，但是呢想从我的手上拿走呢得进行一个游戏，羌族游戏是吧一个传统的推杆。好，我们俩演示一下，两个人站两头，然后呢对，然后推推，我们以这个红布，对，一只手还是两只手都可以马和的另一种是，走，是，对，就这样推，可以这样推，然后把谁先推出这个圈外，对，就谁就赢了手上大师，就是跟拔河反一下，对啊，这不一样，反的，反向拔河，对，谁敢跟手，好，来吧，来呀，都是当兵的人，反正大叔是大叔，对，3、2、1，走。哎呀快点，我就不信了，我来，3、2、1，你的鞋子更容易推走。好，3、2、1，走。对，主要是他，你看他穿的这个胶垫，你看他这稳坐钓鱼台，他是坦克啊，胶垫，你这防滑的坦克，他力气还挺大，可以，行，那就是胜出了，礼物。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妈妈，来，来吧，看一下两组选手的票分数情况。又是这么接近，费南雪
九十一票，王炳九十二票。我先来吧。好。姐姐。凭什么老把难题交给我？我觉得南雪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啊，不容易。然后我觉得王炳太特别值得我尊敬，就是他走出了大山，并没有忘记家乡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他又回去了，唱得真棒啊！刚才我们都觉得你的声音也很放松，而且上升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王炳。好，王炳加持他。就是从歌唱来说哈，王炳呢，毕竟他受过专业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觉得他很规范，演唱非常的规范，很自然啊。自然的话，我觉得可能来源于他这个羌族的少数民族从小的对他的这种能歌善舞的这样的一种滋养。我把票呢也投给王炳，我把这票也投给王炳。好，那这轮胜出的就是王炳。好的，王炳台下准备下一轮。我觉得挺好的，是今天收获满满，我一点都不后悔也不遗憾，尤其是我今天把女儿带到这儿了，已经让她看到妈妈非常自信的骄傲的一面，这已经是我的目的的达成，然后我肯定会再接再厉的，因为她长大了，我确实是应该放手了。对，我想接下来也会不断的提升学习吧，然后重新回到舞台上，然后做一个让孩子骄傲的妈妈。是的，这个非常重要，还是得陪在孩子。如果母亲是一项事业的话，我觉得你早已经站在了这项事业的星光大道上，也是终身的事业，终身的事业。 对，终身陪伴，放手去找自己。来吧，好，请走上啊，星光大道，说拜拜好吗？好了，谢谢大家，再见，走吧，注意安全啊，再见。加油，再见，加油，再见。希望很多年后女儿会回来，然后从那个门里翻着跟头就出来，告诉大家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那是回来了，太棒了，想想都高兴。好的，最后一关了，马上就要诞生本场的冠军了，来吧，有请下一位，加油。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千亿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它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无情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哎，请西站再次登台。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观众人气票数。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观众人气票数。王炳96票，西站89票。三位追星人，一共30票。本场冠军是王炳。祝贺王炳，还有请，也有请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再次登台，有请。从2008年开始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谢谢。哎呦，谢谢你老师，太感谢了，谢谢谢谢。祝贺王炳，来听听你的获奖感言。希望大家喜欢我唱歌，然后也到我们四川阿坝去旅游，我把更多的歌唱给大家，谢谢。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每一位选手，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感动和精彩。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再见。